我的这本世界名著，哎呀，来了，来，什么？来不及了，猜没有时间了，猜没有时间。哇、哦，这个，哇，玩家好难哦！啊，不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是什么书？是看下书名，是什么书？还是他就只有这样叫这个？嘿嘿嘿嘿嘿。什么？是什么？谁在我下？什么书？我上家是谁？哦、欸，这不算吗？知道这个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说这种。什么这种？大家在、啊、这个啊？哎，完美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如果撞题怎么办啊？就拍啊！啊？我旁边有一个，哇塞，这个真的是讲故事的影片。欸、可是讲故事的影片哦。我操！Google 一下哦。确定？你看一下。哇，随便。你又怎么是这个啊？就只能好像只能猜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白痴哦，这有这本书吗？就最后变成说自己创的。这书吗？这样吧，到底是什么啊？都不像啊。有人偷到我的吗？看一下我是谁的，这风哥。我看一下我是谁的。P 开头的。皮可羊。我只是把字拆解了而已啦。到底是什么？那丑的那只嘞？你从那水上活。丑的那一只。嗯？啊，这个我才是没有想法哎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都长一样？随便猜的，随便猜了，对啊。别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猜就没时间。我都猜错了。没事，还有别的故事吗？我忘记了，不太像啊。这我也觉得不可能啊。秋风把字拆掉哟。把字猜一下，我放弃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我觉得很像马里奥。马里奥，秋风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你把那个敲掉，你把它敲死，就变成你那个了，海绵勾勾。那它不会怎样吗？不会怎样，就是你勾勾会不见而已啊。你 YT 勾勾会不见。YT 勾勾，吓死我！有，你的小勾勾会消失，有没有？是这个，是谁？可能是他。哇，就这样。哦，我不管了，我下一家我不管了。等一下，再来一次好了。你也敲啊！再来一次。我要来了，这我一定对了。不管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听过那本书。它算是一个剧啊，嗯，哦，这个好了，算了，这个，我觉得你后面那个会猜歪啦。我觉得我后面这个绝对不知道什么。哈？哇！这个不是以前盖过的吗？你太简单了吧？这也太难了吧？屁呀、啊！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我记得这个。我最后的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啊？有撞皮是不是？怎么盖呀？我也觉得应该是。都是我盖两题一模一样的。哇！我觉得用我撞了，我怎么办？等一下哦，讲故事时间。真的假的？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就皮呀、啊，就皮嘛。干嘛啦？我还是自己盖好了。抠人啊，抠人啊！我既然都要盖一样的东西，而且差不到两题。哈哈哈哈哈！勾一下，什么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怎么弄。就没有时间这样子吗？盖个小颗一点的啦。重点是我们时间，好不好？有时间压力，所以我们都简单。等一下，方块 ID。没错。这个好难。不用。熟悉的这个。
可不可以盖方的，不要盖圆的？你想怎样都可以。这十麦块就盖方的吧。啊，我只盖一部分啊，气多了。来，画龙点睛，来一个。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复习，复习，再复习。有没有？太有 feel 了！哇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我打指令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完美，一定可以中。那肯定会。啊。好了，又盖完了。这是它里面最著名的作品，就是这个。OK。OK。我要。可以，我也好了。哼。这右塔怎么？简单明了。我们。过。可以。过。过。哇，我这边出了一个小问题。过，没关系。没改地板哦。没有，大家有问题就 Google 好吧？啊，有问题就 Google。过，有问题怎么办？就是它里面最著名的作品。我对游戏有问题。砍错人了。这两只不需要粘在一起算了，真的吗？白痴哦！你呀。哎我觉得你发生了跟我一样的事情，我觉得我吗？怎么了？对，因为我刚刚也啊了一声，不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要改地板吗？对，对，你也变全部都是那个叫做按钮了吗？改地板，我教你，你在地上，嗯，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，然后你 F 三加 N， 它会变观察者撞它，它就会变那个了。F 三加 N 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把你想要的放在地板上，你的脚下都会变成那个吗？你 F 三加 N， 然后就会变观察者，撞下它，它就会变成都是的。哦，放在地板上，然后没关系，我大概懂。所以我当初就是撞到按钮才变那样。没关系，你都是按钮也没关系啊，好不好？赶快，你还有一分钟。可是你按钮很好看啊，名作哎。要强制传送了。没关系啦，秋风你自己给我放松。我天哪！不，有那个有失误，你只要看那个小脚脚就好了。我比较怕米飞的。那撒不下去吗？哇！我不想再试一次哎。好，这个不行，直接再试了啦。哎呦！哎，怎么用这个好厉害哦！这个可以，这可以，这个好难哦！只有一小小脚，只好继续猜那个球。哎，全部我跟你讲，我秒猜啊！我原本是要撒骨粉的。但这个是名著吗？秒猜。我觉得是前一个人没猜的。这个好难哦。那个真的很难，不是那个啊。这个折字，等下你300秒就盖了这个。不是，我是盖到一半，然后不然把地板弄掉了。这只是一个神话传说而已啊！可是这是说明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保重。这说明吗？嗯。你怎么也太没有办法？那个中间出事哦。哦，是哎。耶、yeah, ！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错了！空心的。我对不起，我不知道猜什么，随便猜了。这个难哦，好难哦。哎、欸，我原本想的很好哎、欸，结果那个地板毁掉，就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小哥你在干什么？我盖很棒，好不好？我只想到成语，我想不到是什么。成语。是啊。米菲，你可以的，原来是猜题，可以再想一下，再想一下。我的妈呀！
好难哦，好难哦。你想他那个动作感觉在干嘛？然后上面可以啦，可以呀。上面的那个是哪个东东？我好想哭哦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不是，我刚想到那个，可是我觉得他不是故事啊。你可以猜完再哭。他是故事，你哭了，我可以哭了。哈你知道我原本展示框没有放两个，左边的原本没放。是不是故事有一个女生，然后她很坏？不能讲。然后都在那个，好，告诉你，我猜应该是那个啦。告诉你。啊！这你们都这么邪恶。展示，加油！你行力，你行力。比分可以的。想说故事感觉就你会喜欢呐、啊。你说半夜有猜下去了，随便猜了，猜下去了，有想法了啦，放弃了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中了，你猜外星人入侵好了。我猜半夜有外星人来，黑色的，我知道猜什么。半夜有黑人来找你啊？行为哦，人本身不是个重点。都盖黑色的要猜什么？哇塞，哇塞，原来是这一题哦！这什么？这怎么了？哇，原来这一题哦！我练习一下刚刚教的。那我要怎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能怪修风。我怎么只插肉包店啊？对对对对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他是什么？没有干什么，我要干巨石强森哦。那不是他演的吗？这个要怎么用啊？什么东西？我这一题我应该可以很套整以暇的来盖，因为套整以暇。对不起。你也太开心了，我觉得这个好难哦，你非你猜这个。我相信阿乔哥也会笑。哈哈哈！哎呦，我决定了，浩真一家。对，什么？哦，干嘛这么累？咦，我刚是纺织机忘记敲了。反正就好开心啊、喔！开心很好、啊。原来这个是世界名著。哎、欸，它不会起作用 ，TNT 没有用。嗯。哎、欸，盖完了。越盖越快哦、啊！我好像知道为什么秋风很开心了。当然知道他是哪一个了。对、啊、对。这个，我一定要这样盖，这样盖才快。这是世界名著、哦。我也不知道。下去。哎，下不去，不能用炸的。气死了。这应该看得出什么东西吧？怎么这一题会？哎呦，我的旁边怎么在爆炸、啊？我的旁边，那你用巧克力旁边？可以了吧？没有，我现在内心有点爆炸，好不好？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我的建筑就是要有点爆破感啊！没感是不是？就是爆炸，嗯，爆炸就是艺术。真的也是爆哎！哎，我刚才我想要得刚刚那个想要想去。世界名著封面，我看到一个新闻说，为什么世界名著封面常撞脸？你就是王那个王子在撞脸吗？不是，就是他们会用同样的封面或是同一个油，嗯，平撞脸，所以封面都一样。啊，我可以放提示板。对啊，放这个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观众都说我盖得太爽。都没有，不用担心盖不来，有没有？怎么可以这么爽？
我觉得盖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。竟然还要养了，他们竟然对世界名著的认知如此微弱吗？哪像我第一题出的就很像在陷害别人。声音发大了，这样。时间了，剩五十秒。太危险了吧！哇，要岩浆！哎呦，剩三十秒了。毕竟也不一定岩浆嘛。剩皮尔。哎呦，好像应该可以了。就这样吧，应该比较好猜吧。哎呦，刚好，这怎么又一样啊？反正他们在玩狼人杀。